蒲边竹简，披蒲边，削竹简，彼无书，且知勉。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汉代的陆温书年少时把借来的尚书抄在蒲草席上学习，公孙弘年少时削竹片抄春秋，他们虽没钱买书，却能刻苦学习。再读一遍，披蒲边，削竹简，彼无书，且知勉。